哎，大家好 ，Qmo 现在来到我们的 King Arms。King Arms 呢 ，Qmo 在上一次的五哈呢，只是稍微跟大家带过。那最主要那时候呢，相信有很多人会对他们，这两把我们的黑羽系列蓝色跟红色的这两把长枪呢感到兴趣。而这一次呢，他们来到 MOM 也把他们的这两把枪带来到了现场。不过很不凑巧，现在正在前面新枪发表，那不过呢，他们现场呢又有他们新做的这个冲锋刀剑。哦，那请问一下，这冲锋刀剑是 for 什么系列呢？G17、18、19、23都可以。哦，是 for G 系列的哦，很多 G 系列都能够 for 在上面这样子。那当然呢，这一次也有他们推出他们的手枪系列，刚好旁边呢有一位客人，他真的在把玩吼。那手枪呢，他们也做的质感也是不错哦。Qmo 昨天有抓过。如果你是喜欢这类型的枪款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对那两把蓝色、红色、黑羽系列的枪感兴趣的，那就请你持续的追踪他们的官方网站。而且目前呢，这都发售了是吧？对，都已经发售了。目前在 King Arms 的他们的产品来说都已经发售了，所以真的想要的就赶快去追踪他们的官网哦 ，link 在下面哦。如果想要的也可以下单哦，甚至找哦有经销、有贩售的枪店去购买他们的枪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